我是问，欢迎回到《狗与地下城》魔组生存，好久没回来陪小白一起拍魔组生存了。久到看看小白，他已经学会了整人的精髓了。我们现在立刻来回收这些花花，我太感动了。那今天这集由于汪汪太久没回到这世界来了，我想来做些简单的事情，复健。而简单的事情就是，虽然汪汪知道端午节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我想来做做看这个魔族包里面各式各样的船只，来给各位瞧一瞧。这边有酷酷的独木舟，以及各式各样的帆船，来给各位看看他们的做法。独木舟只需要我们原本的船再搭配箱子就可以做出来了，而其他的帆船类呢，我们要先做出船帆，会需要羊毛跟原木以及酸绳，就可以再升级进化成这个样子，会需要更多的线跟更多的船，还有更多的箱子。做法应该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延伸上去的吧。还可能会需要用到一些半线钩，但要忘记得我们的铁无限了，所以半线钩应该是也没什么问题的。再接着看下去哦，这是刚刚这个帆船的升级版本是不是，以及这种维京海盗船，还有超级大的船船，我们就来制作看看。那在开工之前，再来跟各位聊聊家里的小变化啊！我们上一集不是有扩建了我们的墓园吗？汪汪好像不小心解锁了很多东西，就像我们这个墓碑旁边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不是会有这种紫色的灵球吗？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。但是这边这一个，不晓得为什么这墓碑弄出来的灵球是蓝色的，蓝色的灵球是不是特别的稀有？有什么特别的用途？如果有观众知道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汪汪哦。以及因为汪汪弄出了很多墓碑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弄出了很多墓碑，我们家来了一个新的访客，我很怕他消失不见，所以我给他命名叫墓园守卫。那这个墓园守卫，看看他脚下有这个奇怪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保护效果了，而且他手上有玉髓剑，跟他另一只手上居然有一个灵魂灯笼，他看起来超可爱的，他似乎是我们的友军生物的样子。我们点他一下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用骨头跟腐肉以及火药粉，甚至是兔子脚脚跟他买到墓碑模组的道具。真的是怕他可能会突然消失不见，所以汪汪现在立刻先来掏出我大量的甘蔗，再回到汪汪的可爱小牧场来，拿出我的发酵桶工具，带着发酵桶来到地下室，拿出汪汪大量的牛肉以及些许的厨余腐肉，我们就能来找到一个合成台，先把甘蔗榨成糖，再把糖剁碎成小糖糖，就可以利用老方法把肉肉跟腐肉摆在一起，再撒上一档糖放进发酵桶里面，我们就可以量产大量的腐肉，就获得了大概这么多多的腐肉。再来掏出些许的骨头以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兔子脚脚，速速回到汪汪家，关上大门，立刻跟他交易出好多好多的这个粉尘。我跟他买东西，我还获得了死亡知识点数，超级的赚赚，多卖一点腐肉，有个上限在。那骨头也来跟他买卖。他升级之后还可以用其他的东西跟他换更高级的道具。这什么东西？青质的钻石，汪不是很确定这是啥。瞬间多了一些汪汪无法理解的东西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汪汪这个超级稀有的蓝色灵魂粉尘获得了补充，还多获得了一个白色的小棒棒，似乎在引导着汪汪去某个地方的样子。我们就之后再看看。我们今天先来做那些船。那在正式开工之前呢，还请各位留给汪汪超过2000赞的喜欢，让汪汪知道说汪汪又回来陪小白研究这个模组包的可能性了。你们是不是超级兴奋，超级希望小白再对汪汪说一次，后汪汪你又作弊之类的话呢？超过2000赞的喜欢，让汪汪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。好的，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完毕啦，那接着我们就来准备材料。
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们先久违的回到墓碑村，掏出汪汪大量的绿宝石，跨过围墙，先找到一个切石机，把绿宝石切成这个可以让村民无限交易的破碎绿宝石，再带着大量钱钱找到伐木工，跟他购买大量的原木。如果交易选项打叉叉的话，刚刚这个破碎绿宝石再点他一下，我们可以跟他无限再买好多多。接着再找到猎人村民，跟他购买大量史莱姆球。就这个样子把材料买好买满，返回汪汪村，返回家园，先来掏出汪汪库存的铁砖，又一次的重返小牧场地下室，掏出地下室内部之前库存大量的亚麻，我们就能再次回到合成台，把大量亚麻通通拆成线线，把线线堆用史莱姆球粘黏在一起，合成大量的栓绳，多出来的线线再编织编织，缝纫成船帆的布料，接着再来分解大量的木材。木材再切成棒棒，木片、木条，再加上一个铁环合成半线钩，基础零件都有了。我们接着再制作船体的本身，这个模组包的船船可以堆叠，不怕空间不够塞。说到了空间储藏的部分，我们再来帮这些船船准备好多好多储物箱。一切材料准备就绪，接着我们就能来搭个粗壮的梁柱，给它披上布料，再用结实的栓绳给它给绑起来，就获得了船筏。哦不，这船帆它不能堆叠，汪汪超难过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独木舟，它可不可以堆叠？哦不，好吧，它也不能堆叠。尝试过独木舟后，我们再尝试做船身更大一点的船船。这次我们用三个基座，再来给它搭上更多更多容量的两个木箱子后呢，架上了船帆，再用线线把这个船帆给固定住，我们就获得了商用运输用的苛刻船。如果觉得商用船只太武器，想要做竞速一点的，这一次我们可以来减少空间容量，也是放上船帆之后呢，利用半卸工跟更加结实的栓绳变成这种三角帆船。如果想要比快还要更快，我们可以再叠加上去，同样的做法之后呢，上面再加上一层线线，就会变成双重三角帆战船。如果想要的不是竞速，而是攻守兼备的话，我们就舍弃半卸工，减少帆船的压力，多着重于线线的编织，我们就可以获得围巾战船。如果你在乎的不是功能性，单纯就是想要大一点的船的话，当然我们也可以来把船帆扩增到两个，并且增加它的容量空间，搭配上结实的栓绳，变成这种超大型的双轨横帆船。材料准备完毕，我们来到了这个熟悉的海边。对，没错，汪汪家就住海边。那这个船帆本身哦，好像是不能放出来的。我们就先来给各位看看，这是我们原版的船船。我们先搭到那座岛上去。看过了原版的船船之后，我们再来试试看这个独木舟。哎，独木舟该怎么放？哦呦哦呦，它比我们原版的船船还要再大一号哎。我们来坐到上面试试看，这该怎么开？这个速度好像比我们原本的船更快一点，并且这应该是可以两个人搭的船吧，到时候再找小白一起来玩这个船船。独木舟都比我们原版的船船大那么多号了，那商用的这个苛刻船感觉更能期待一下。哦哇哦，大了不止一个 size 它连宽度都变大了。有办法把它的船帆给放出来吗？汪研究一下按键设定。好的，汪汪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来。汪汪现在只要打开这个船帆，它会自己移动哎。等一下，它的风力是怎么计算的？这船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而且我开这个船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帮我练游泳等级哎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快要撞到我们的岛上了？来来来看一下，撞上去会怎么样？哦，撞上去不会怎样。那我们现在再把船帆给关掉哦。我游泳等级居然升级了，笑死！那还有另一个按键是，我们可以来打开这个船的物品栏哦，看起来就是普通箱子的大小。那汪汪还有一个疑问，如果我开帆之后立刻下船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哦，好，我下船了。它的帆会自动关掉哦，那我们就不用怕，我们开了船帆之后，它迟迟游往海的另一端而不等我们了，我们就是可以让它下船的时候自己收帆。那既然商用船只
的移动速度都这么迅速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好好期待一下这个三角帆船的作为？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把它放出来。哇、哦，它看起来是不是又更大一号了？还是其实没有？先来看看它的容量空间哦，就是比较稍微少一点了。为什么拿到腐肉？那我们就来开帆移动一下。哎呦，它为什么往左移动的时候，它四个桨会跟着一起移动？是有幽灵是不是？那它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像是这个样子，并且它在顺风航行的时候，我们再移动的话，哦，它感觉好像哦又变得更加迅速了。稍微比对一下它们的大小，这个三角帆船的确是又大了一号。那它升级上去的这个战帆船是不是就会超级的大呢？完了，它已经大到我放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该怎么把它？我把它放出来了。哦，它好像真的是挺大的。来，我们来开帆看看它的速度，连续两个帆的速度移动起来更加迅速，并且它有更多的船桨在滑动了，越来越多幽灵了。真的是一号比一号还要的大，有够壮观。但接下来这个维京正船可能就没那么大了。来稍微看一下哦，它虽然不大，但是它前面的这个造型很酷耶，一个像是龙头的造型哦，移动起来也很快。那我们再开帆一下，好像移动速度好，我已经比较不出他们的移动速度了，但这艘船我喜欢它的造型。好了，压轴了各位，这个最大的双轨帆船哦，它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我有点挤不到它那边去哦。它的空间大小可以期待一下哦，它是一个大箱子的空间。哎，我们左右移动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屁股在摆动吗？有没有看到它屁股在摆动，像一条鱼一样？那我们就来开帆咯哦，开着，感觉就没那么竞速了，它单纯是运输用的船只，但就各位可以看到超级的大。我们再稍微换个视角瞧一瞧，非常的大。就这样，船开着开着，时间又来到了晚上。汪汪想来做个船事，就是这个船呐、啊，不晓得他可不可以抓起来生物？哇、哦，为什么这只船烧起来了？有这个船可以装生物哎、欸，而且这个僵尸的手上是不是有一个礼物盒啊？好想把它干掉！哎、欸，好烫，好像又没那么烫。来，我们来干掉这个僵尸！哦啦！哦，他掉了一个礼物盒给我哎、欸，那还有没有其他僵尸想要来上我这艘船？不知道这个船可以装多少的僵尸？哎、欸，来，汪汪发现了好多苦力怕，我们来让这些苦力怕一起上我们这艘船，上船的、啊、苦力怕，来，上船，呦，这些苦力怕上船了，我感觉可以装好几只哎、欸。汪汪就花了些许的时间，把我这艘船变成了幽灵战斗船。现在那边有太多窟窿，太危险，我不敢靠近。汪最后再来试一件事情，就是不知道这个船只啊，我们可不可以用铁链把它拴起来？来，我先放出一艘船，哎，又有一堆家伙上船了。来，我们用拴绳。不行，我如果蹲下看他的话，我只会看到他宝箱的内容，不能把这个船给用铁链弄起来哦。那我可能就不能玩什么天空飞船之类的。但是我们下一集还是可以来学一下飞行术之类的。那今天这集汪汪就是久违的回到了阿白白的伺服器，玩了我超级想玩的这个船模组。那今天就这个样子，六言硕。小白泛舟好玩呢，你要不要一起来泛舟？感谢各位收看，不，订阅汪汪，大赞汪汪，捅爆铃铛，监视汪汪，觉得香香，记得分享，协助汪汪煮点母汤。哦，来回收这船船，哎，不小心打掉苦力怕，喷出了好多怪物来，赶快跑！